我尽量掘多啲材料，系啊，满载而归。我而家咪应该要先去拜托阿班桥处有啲可以食嘅嘢先，跟住啊，啊呢、這个人都有啲变态。佢仲会问，我系，系啦，系咪应该要我叫佢煮咗先，跟住先要再落去就可以带落去。如果唔系嘅话，就带唔到落去。等我系啊，我估计咧，我估得都系冇错嘅，所以我就揾咗屋企啊，有员工唔错。系喺个表演嘅时候，哇！劲，好，顺便撩下佢先。哦，系，我之前有。治疗啊，喂食啲高级治疗仲氹到你诶，深深咁样。等等先，好冇，好第二日有冇治疗啊？先，唔系啊，呢个只系话俾你听，有 event 嘅，但系你话咩？会不会有什么特别要求之类，好像有美国先先我怎么按了这个邮件啦，暂时没有，我们就照下去咯，是不是生态观察员，我都是交货的叫，但是还要交这个黄色这些 OK，潜水，虽然而家习惯咗之后，觉得潜过都唔系啲，直接有剧情出现。系咯，我正觉得啲嘢好似咁耐都当落唔到嚟，系咪有剧情？真系，哇，剧情完，哇，佢嗰个坐头倾，咁样佢快棋。衣服以为是不是要平到的，怎样是不是可以影相定是怎样啊，你看看讲到话，其实现在根本已经觉得游回过去那预人族那里都没什么难度，但是正因为没什么难度，反而又觉得唉，又是这样都有人要我吞晒去游过去，有少少即係又未到厭煩嘅，係啦，呢個海洋都真係幾好入，幾好潛，潛下潛下咁都幾開心。只係覺得交付上，交付呢啲任務，反正我要去根本都唔難，都係硬係要我慢慢遊過去 ，OK 嘅其實。咁都係俾佢哋夾擊之下中咗招，係咯，頭先劈完又唔見咗，通條魚打佢先至又浮翻出嚟，算係難得同佢打，好似好想同我打，但係佢會唔會係啊麻醉瞓著咗？前辈，如果系咁嘅话，又攻击力又唔够，唔系系冇攻击力嘅话，麻醉枪。想走，咁样骚扰完我，你想走，我劈烂我。
咁樣啱啱好掂到掂到個鼻。快咗，今晚係豐富啲。頭先嗰條隔離條，我冇，我諗住可能兩條捉曬。You should stay or be quiet again. 就到。嗯，依个负伤加上我嘅等级，应该系系唔满足都系唔出奇啦。撳到俾他算，有冇聽天加油好？哦，我撳到啊，師仔。又有嘢喎，有冇貓治療呢？可惜。下下都可以攞到治愈喎。正嘅，執咗先。知識呢啲有冇關係㗎？唔係，可能遲啲就有。呢、这个纯粹搞笑尖叫鸡，唔紧要，待住先。哇，咁踊跃！好似都几好用喎。哇，已经超重啦！我需要有个灯先。我都估到呢两个会系灯，就系、是、需要必须要灯，然后系剧情嘅，剧情有必须要灯嘅地方，当然系摆定支灯喺度。呢个位好似攞咁多次都系灯，应该呢个位都系攞咁多次都会系呢、这个系咯，攞嚟坐十字坐系。睇下海條石邊，雖然唔會喺呢度入面用，用都係出面用嘅。進入劇情，停停喺度咧，碌蓋啦。跟住仲要順移，睇下順移咗唔少位置。有呢個唔翻譯咧。我仲以為佢要親自去喂佢，就咁俾碗粥佢就算。竟然为什么要回送他对咯，这个不是说他保护吗？竟然是连战训练都没通过，在那里哭，不怪之得说我要保护他，所以我要留在这里。这话说后面这个这么似这个什么虫？唔系呢个，我唔系想讲大王巨足虫，虽然系有啲似。我揿住就孭住，一放手就会放低。但孭住咗系咪唔可以用啲武器定点样？唔知，左手一定得，右手都唔得。咦？咁系点样出去？
呢度呢啲嘢唔系会挡路咩？咦？哦，自动散发系喎，佢身上面有个同个紫光灯一样嘅紫气，明气逼人。系系冇同任何剧集啊或者台啊宣传嘅，纯粹系噏到后边嘅，执嘢又唔得。我呢个系我头先唔打唔撞发现过嘅嗰个地方，唔系千木，点解突然之间放咗手？哇，系咪剧情？我先發覺有好似好堅固嘅門，嗰度係需要經過呢啲，好似唔使。啊，唔係，要，係咯，就係經過呢度，跟住中間仲有條巨沙，真係沙，係啊，跟住同埋後面仲有大量水霧。而家唔係去緊嗰度咧，好似行緊嘅路徑有啲唔同。哦，唔係呢度。佢自己會浮嘅，蘇王喺邊啊？頭先明明有個，先明明有個標柱，而家就係啦冇咗。但係，喂，莫非頭先嗰條抹香鯨係咪抹香鯨啊？okay， 打完魷魚就要打鯨魚。哦，見到啦，原來喺呢度，所以我頭先 miss 咗係咁嘅原因。哦，咁我同佢大戰。哇！咁都俾你帶到，依家。咁大鑊，我捐入嚟呢度，你唔吹數上嚟到吧？係啊，但係佢會唔會轉換目標去攻擊個女仔？我推進你，但係都唔飲得，有啲危險喎。Okay。 我下面仲有，呢只係應該係打滑行嘅。Okay， 這裡有氧氣有補充，是要靠這裡的。欸，哦，天，原來只要是下一點的東西就看不到，算了，我想借了它。 Okay， 不用住，但是呢，有沒有機會可以打得贏呢？挑戰一下。真系打赢咗，劲！我呢支枪就系好枪，好枪，仲要孭咁多嘢先至去睇孭个女仔，就想重死自己为止。可以，哎呀，
睇下面呢、這個，係咯，佢冇事，會唔會引到佢過嚟呢邊？啊，引佢過嚟多啲先。行，唔系佢唔系进入，唉，都好咁耐。但又冇嘢喎，佢都系单纯系叫我继续孭住佢行。怎樣對付隻蟹呢？真的即是在這裡下去就一路向那邊移動了，是不是？哇，這隻人會不會飛過來找？哇，真的會，哇，不夠快喔，啊，大王早知道剛才都是站好了他們才再繼續前進，現在這樣不行了，哇，這隻有沒有攻擊性？好像沒有，找到一點，欸，我找到有哪裡有氧氣，不用理我女仔了，我女仔不怕沒有氧氣。有機會會冇命啊！如果再係咁魯莽，唔保護好佢就前進嘅話，即係唔清好道理就前進嘅話，有機會會冇命啊！頂住頂住，唔好死，仲要再落啲啊！但可能係上午過咗先至落。好像都是純粹拿來做武器用，哎呀，轉了這個都不能得法，所以剛才為什麼沒有特別轉，就是因為你不是真的要去上五個，是不是打不打到一下，這裡有除了武器還有棍，冇受傷，好，即刻走。咦？做咩又整嚿骨出嚟？呢種腰箭都冇捉過。咁樣可能需要抌緊少少，唔係咁重要嘅物件先。係咯，level two 嗰啲，唔好意思啊。我丟棄了這些都完全擺不到東西。 OK， level 3都放了，欸，太深，欸，這隻東西，欸，你死了，
哋繼續。哦，係。哦，好啊，走走走。深咗少少，你哋唔早啲講啦，咁深我搞唔掂。啊，爸爸，唔使，爸爸似乎係魚人族嘅大人物噃。哦，我之前啊要捉海膽嘅手套人。佢就需要啊，呢、這個就可以有呢個手套，可能就可以。我唔係好不能夠理解。Anyway， 好啦，既然係咁嘅情況下，咦？點解突然間聽到咁多啊？哦，我頭先放棄咗三條 level three 嘅，但我放棄一個應該都夠。咁多，我喺呢度捉翻多少少魚。捉幾條魚先，誒、欸！我鏟嚟咁樣鏟落去，幾搞笑！因為遊戲根本就係、是、非常之輕鬆搞遊行。唔定勾黑頭唔係幾掂喎。雖然係會毒，但係會，但係單發嘅傷害好似唔係喎，都有19，係睇下有19先。嗱、啊，呢度就係、是，係咯，但一掹咪瀨嘢，佢冧落嚟之餘唔會砸落嚟。避得過，未关，系咯？诶 ，Q Q Q， 未开咗，系嘛？我可以捉埋啲水母啊！佢又话要捉多啲水母翻。都溝唔到，可唔可以放棄咁兩條？翻頭先嗰個地方去嚇，嗰、那個逃生倉就嚇，即係我哋頭先分開嘅地方，亦即係佢哋仲喺度嘅，就呢度再過翻少少嘅，雖然
深度是超過了我現在最低的230，但是呢應該靠時間解決的，大概只要兩三最多3%可以